同剩嘅胶樽、厕纸筒唔好抌啊，因为可以再用。呢个厕纸筒咧就平时用完啲厕纸咧就自己 keep 翻啦，跟住咧就攞嚟撬翻啲电线入去，咁就希望啲电线可以整齐啲啦，唔好乱糟糟。呢个胶樽咧系攞嚟保存食物嘅，咁咧一方面系保持食物嘅新鲜啦，另一方面就系唔好嘥咗樽，可以保留翻做一啲家居嘅用品咯。黄俊荣话：一个人嘅力量虽然有限，但系仍然会做好本分。咁我希望可以，其实从身体力行系一方面啦，自己尽力本分。咁另一方面可能系高啲嘅，可能喺政策层面、制度层面上面倡议一啲政策。咁可能透过去立法会一啲公听会度发表自己意见，咁就希望政府可以接纳咯。呢间食物供应商由上年度开始引入低碳素食，同埋全面使用可以循环再用嘅五线饭盒，教育学生环保意识。呢啲饭盒就可以装到好多嘢，同埋就可以再用，可以屋企人洗完之后咧再攞翻嚟用。个好处就系环保。我哋会全面使用可以循环再用嘅五线饭盒啦。在每个星期一我们都会提供一个低碳无肉的素食午餐，学生吃剩的食物我们都会交给猪农去做猪食的饲料。学生的反应是怎样呢？计划是相当受欢迎的，过去是只有 4% 是订购素食的午餐，现在已经去到 44%， 甚至乎有小朋友去回到家的时候都会叫家长可以一起素食。即刻登入鲁迅网，投选你心目中的六星级环保大使，赢取丰富奖品。截止日期2014年1月8日。